阿明达老师，什么星座的人？2021年，上半年的工作运可以扬眉吐气。对，因为我们在2020年，其实很多朋友哈，在这个工作上都会遇到一些关卡，对不对？对。今天我们先从几星盘当中的太阳跟上升星座这两个部分，来看看哪些星座的朋友在2020年的，特别是上半年工作就可以扬眉吐气。像阿松，你的太阳在射手，上升在天平，观察这两个部分。好，永琪的太阳是巨蟹，上升是狮子，来看这两个星座哈。首先我们看第三名，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是有落在就是狮子座的朋友，我们说好把握机会能够更上一层楼。其实像刚永琪讲了你的过去的一些遭遇，其实确实有时候是受到一些流年的影响。狮子座的朋友很明显会感受到过去，你看狮子我们讲他通常都是自己自我要求就很高，因为他要站出去很光鲜亮丽，对不对？他们其实在台下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特别在2020年，你会发觉很多狮子座他们在工作上或是事业表现上确实受到一些打压跟考验。好，那这边其实我觉得像刚刚永琪讲的，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说你自己觉得情绪不对了，不舒服，一些不好的想法，你去看了心理医师。对，其实这个我也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代人嘛，我说你牙齿痛会看牙医，对不对？感冒会看家医，你心里不舒服，情绪不舒服，去看心理医师，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好，这是题外话了。好，那我们讲狮子座的朋友在2021年好运就要来了。怎么说？其实你会发觉很多这个外来的机会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了，就说特别是一些，比方说有一些那种可能海外的，或是我们说比较远方的，你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来跟我们洽谈。好，那这时候你自己就是要展现你，不要因为2020年的打击，你会觉得没自信了，你就要很勇敢的去，好，我先接下这份好运，这份工作机会。好，我觉得这样子在2021年，其实我们可以站上不同的舞台了。那特别像是永琪哈，我看你的星盘，因为你上升狮子，然后太阳在巨蟹嘛，对，其实你在过去一年，确实你个人的在工作事业，包括你的自信心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的。是啊，流年，流年的影响没有错。好，没有错。那特别是在今年，我觉得是接近夏天的这种时间，我觉得很多好运气会就是来找你了，你真的要有自信一点，要恢复你过去的这种自信。那像是永琪的话，我觉得如果因为你也是演员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些可能跟一些比较宗教类的这种戏剧，或者是一些比较我们讲说灵异神秘事件的戏剧，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的。好，第二名呢，如果我们是有落在双鱼座的朋友，我们的一个好运是贵人相助会发光发热。好，来宾没有，但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太阳跟上升在双鱼的话，我们讲双鱼座的人啊，个性上过去都是那种这个做事做的非常多，可能都是默默的做事，对不对？你去看，我不知道永琪的小帮手有没有双鱼的哈，就是很好，或者阿松的工作人员去看一下，他们通常都是那种事情做的最多，但是最没有出来邀功的人。好，那我们说在2021年，特别上半年哈，双鱼座呢，你会感觉到说，好像有人一直要把我推上台。那这时候我觉得双鱼座的人你就勇敢一点，一样的你就好心的去接受这些好心人的一个帮助，让自己你真正的实力跟能力发挥出来，你会发觉整个工作运就会开了。第一名呢，我们要恭喜的是天秤座的朋友，我们说顺顺利利，势如破竹。天秤是哦，不是说世界上最恐怖的六个星座吗？就是你是天秤座，是天秤座。我要唱歌，我要唱。虽然我们是天秤座，但是我们工作运好也是非常棒的哈。像朵琳哥还有阿松在上升天秤，对不对？对。我们讲像天秤座的朋友呢，在去年我觉得比较因为工作上面或是你讲景气的关系受影响的，像阿松，其实影响的我觉得是心情。我不知道阿松会不会这样子，就是说很多过去其实我们天秤是很能调适心情的一个星座，就是我们讲我们的 EQ 还蛮高的，自己会去平衡，但特别在2020年这种工作上的一个卡关，会觉得好像心情受到很大的影响。好，那连带的你说可能这种一些焦虑不安，这种担忧都会出现了，但不用担心，在2021年我们说就会觉得好像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换了这个，过了一个年之后整个空气都不一样了，空气闻起来都是充满了芬芳跟顺利了哈。对，那这样子我觉得特别是你会觉得在春天的时候比较是一些朋友给我们的一些讯息，比方说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说我跟你讲最近我发觉有一个什么样的商机还不错啦，或者是那朋友说最近有一些合作的机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那我觉得这样子天秤座的朋友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去评估一下朋友的这些意见或者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其实你会发觉其中有很大的这种为自己工作可以加分的部分了。
好，那特别像阿松的这个星盘，因为你是上升天平太阳射手嘛，对不对？所以像您个人的部分，其实你，我觉得你今年度其实在一些电商通路，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对，经营电商通路，或者是比方帮你现有的产品做一些翻新跟一些新的包装。好，我们很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松包子出现哈，就说有一些翻新，你会发觉，哎，当你有这样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它的推展会非常的顺利。好，所以就是恭喜这有上榜的朋友们，在2021年工作运就可以扬眉吐气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